昕自从与阿翔爆出丑闻后就离开综艺大集合，相隔多年，近日节目来到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录影，当天更进行游泳比赛，艺人们个个使出全力完成比赛。在节目尾声，胡瓜为了犒赏大家，一行人来到基隆庙口夜市。引人注意的是，节目更找来谢欣来特别介绍当地人才会吃的美食。事后节目也在社群上晒出贴文，写下你看看我们的基隆庙口遇到了谁，是谢欣啊。贴文一出，不少粉丝纷纷询问，表示很久没看到谢欣了啦，是要回来主持的吗？该留言也调出谢欣亲自回复，表示不好说，意外掀起一阵热议。Bye.